火锅来，然后火锅，对，今天才去买的，因为要保持有点新鲜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吧，来。是这样，因为今年小凯生日会是在重庆开，然后重庆呢是小凯的家乡。那其实回到家乡，其实应该在外面工作一年，很想念家乡的味道，所以说就送一个火锅，希望能够时常的想起家里，然后很开心的，对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吃火锅。火锅，喜欢吃火锅吗？还可以。谢谢小袁的这份礼物。昨天去哪里？电话为何关机？一定有问题啊！我昨天待在家里，明明回了信息，是你没注意。我们已经有多久没看电影？在你心里究竟把我排在第几名？亲爱的，你请别再对我怀疑，在我心里你永远 Kiyomi。在玩游戏，拼命打怪升级，把我当空气。你是不是都忘记我的爱心料理吃进谁嘴里？我们已经有多久没看电影？在你心里究竟把我排在第几名？亲爱的，你请别再对我怀疑，在我心里你永远 Kiyomi。我们的爱像冰淇淋，吃太多会觉得腻，却有谁都不忍心看它融化在手心。我们的爱像巧克力。